别吗？它是有区别。
下哈。好，各位女士好友，我们今天是第52公里，我们累计公里是我们今天看能不能突破100公里，我们已经超过90几公里了。我们先看看这个距离是不是可以超过100公里，我们继续往前走吧。